主料高等250克，酵母 3.5 克，盐 3.5 克，糖18克，水150毫升，橄榄油18克，辅料意大利香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，所有材料混合包括香草，揉至光滑扩展即可，进行基础发酵约2倍大，分割成2个滚圆松弛15分钟，擀开擀成椭圆形，卷起松弛15分钟，再擀开卷起，温暖室温出最后发酵，发至模子的8分满，预热220度35分钟。烹饪技巧要注意烘焙温度过高，将表面上色过重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